又嚟到 Set 世代大人嘅时间啦。Samsung Galaxy S20 Ultra 5G 主打机背嘅1.88亿像素，四摄 AI 拍摄。呢集就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嘅威力啊！要影到1.88亿像素嘅相片，打开相机 App 之后，要先喺比例选项揀翻4:3 108MP。跟住等我试下影几张相先。呢张喺直播室6楼影落街嘅相，冇做任何变焦，之后用手放大张相睇下先。货车喺移动嘅情况之下，车上嘅公司名都清晰可见，1亿像素唔系浪得虚名噶。睇翻呢张相嘅资料啊，档案有成31.9 MB。相比起一张1200万像素影嘅相，大约4 MB 左右，真系大咗7-8倍啊！亦都可能因为咁嘅原因，以1.88亿像素影相嘅时候，每影完一张相都要等一等。相信就系因为处理同埋写入咁大嘅档案需要时间嘅缘故啦。跟住就要试下100倍 zoom 嘅威力啦。呢张斑马线路灯嘅相是100倍变焦之后影出嚟嘅，俾翻个远景你睇下，用肉眼你都未必揾得到呢盏灯啊！原来喺呢度，可想而知100倍 zoom 嘅威力有几大呢。不过不得不承认，100倍 zoom 由于唔系全光学，所以影出嚟嘅质素都系有啲蒙。影大型物件就仲可以。太细致嘅都系做唔到嘅，睇下呢个门口上面嘅字就知道啦。不过问心讲啊，我哋生活入面又有几何用到100倍嘅变焦呢？我哋试多张相先，呢张我远距离影入去一间食肆入面，影到呢个不准吸烟嘅标志，而且仲好清楚。但系原来呢个标志唔系贴喺门口，而系喺间食肆入面嘅尽头啊！犀利咧！为咗配合更多唔同嘅变焦 ，S20 系列嘅相机 App 已经预设咗多个变焦数值。而为咗方便你揾 zoom in 嘅主体，过咗20倍 zoom 之后，就会出现一个全景观景窗，知道 zoom 紧嘅位置，都算实用噶。夜拍亦都系 S20 Ultra 5G 嘅强项。今日我就熄晒 Studio 大部分嘅灯。在这个肉眼都觉得黑的情况之下， S20 Ultra 5G 的表现又是怎样呢？首先我在更多入面开了夜间模式，按了拍摄掣，跟着就要等指定的秒数才好动。看下完成品，好像放了眼灯在附近一样。由 Galaxy S9 Plus 年代加入的即时景深预览，亦都在 S10 Ultra 5G 入面保留。这个功能除了可以在影相的时候调校背景景深的模糊度之外，影好相都一样可以入回去媒体浏览器再修改的。总括来讲，虽然1.88亿像素和100倍 Space Zoom 对一般用家来讲都未必用得着，但是相机整体表现出色，看得出在硬件和软件上面都落了功夫的。希望你喜欢我今次的介绍，记得 subscribe 我们 Mimo 的 Facebook 专页和 YouTube 频道，和 Alfred Mac 的 Facebook 专页。今集讲着这么多先，拜拜。